第22题，以上五种物质中哪些属于混合物？甲，碘酒，碘酒是碘溶于酒精，所以它是混合物。乙，水银就是汞，它是元素，所以它是纯物质。丙，葡萄糖是一种化合物，它也是纯物质。丁，食盐水是食盐跟水混合在一块，所以丁是混合物。戊，纯果汁，虽然写了一个纯，但它就是果汁，果汁里面有水，还有一些水果里面的成分，所以它也是所谓的混合物。己，二氧化锰，这是一种化合物，它是纯物质，所以属于混合物的有甲、丁、戊。第22题问我们说，以上物质中哪些属于混合物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甲、丁、戊。